我反悔了，你这性子真是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不但没有针对苏家，到了后来，我会是他们苏家唯一的救命稻草。莫说苏家，说如何对付戚天风。商场有如一片汪洋，只需要一点的血腥味，就会招来群杀私殃。 我现已投下了苏家这颗渗血诱饵，那个不知死活即将游过来的恶煞，便是戚天风。届时这把匕首会直插他的头颅，而不是在这里指着我。下回轻点行不行？你也舍得？既然是群杀私咬，上钩的未必是戚天风。哎，算你聪明，跟你说，所以我才将自己和苏家绑定。 一边呢，是我这个眼中钉、肉中刺；一边是苏家这块到嘴的肥肉。一箭双雕的买卖，戚天风一定冲得比谁都凶。说的天花乱坠，小心一并将你吞了。那你会不会救我？切！我知道了。走吧，外面还有人在等着我们。嗯。